四根。哎呀，累了是吧，何老师？累了，跟谢谢。馋手。何老师经过半天的努力，终于变成了一块面。终于失败了，来，没失败，还继续、啊啊，继续。来，哦，这已经是多少根了？被锁了，现在被锁。256。哎呦，再就500多了、哦，这已经很细了，朋友们啊！哎呀，这能达到龙须面的标准了吗？现在还没有，还没有龙须面。好嘞，对，快出几次？啊，还要出几次？哇！还能再细，这个面以几何形式分裂。哇，这大师一样。哇呀，窗帘，你别嚷了，快回来吧。真的跟头发丝一样。我这也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那现在我就拿一点面，大家看一下这个面细到什么程度。哇，刚刚切出来的面，我们用那个打火机啊，用打火机点一下，真的可以吗？别点一下没关系，就刚刚蒸出来的面。天哪！哎呦，被燃烧哦！哎呦，太厉害了！实际上我这里也带了这个针，用最小的针穿一下，针穿用面穿针，穿得过去吗？可以穿。真的穿过去了。这样呢，我们现在进行考试，大兵。好，来，麻烦你量一下，看有多。来，我这儿拿着是吧？对，我这还要穿一下吗？对，这个针眼更细了。穿一个最细的那种针。我这些你不拿好，来。好，来，我拿着。不能有风。哇，穿过来了，看。哎呀，太厉害了！穿过来了。大兵，我要拜师。要拜师，我也要拜师。啊，就随便拉一根吧，对。大兵，他偷吃这面丝。来，这个拉的稍微长一点的。怎么量？就这么量，就打开，非常打开，夹住就可以了。哎，挺大的，挺好吃的。好。好，来，对，然后你往前推，好，夹，推，错了，太细了，因为特别细，太脆弱了，太脆弱了，对，几乎为零，抻面寿司，这个居然能量呢，好，差不多。多少？来，看一下，它的单位是毫米，是0.00几，零点零二毫米。好，我的天哪！我的天哪！